接下来表演的歌曲是《中秋佳节忆师恩》，好棒啊！非常感动的一首歌曲，希望同修会唱的跟着一起唱啊！以前四年前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，大家是弄这个样子，跟美一把鼻涕一把眼泪。好，《中秋佳节忆师恩》，鼓掌欢迎。会唱的同修，请你跟我们一起欢唱。鼓掌！祝福我们伟大，我们最伟大、最伟大的宇宙之王，永远健康快乐。不论在宇宙之上、宇宙之尾，都有我们师父的影子跟爱力。让我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，谢谢师父为我们组织这个中秋的欢乐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，感谢各位耐心的欣赏，我们把剩余的时间交给师父，谢谢各位。你们吃没多少了，热闹而已。三个都是你的小孩子，三个都是吗？那个小的那个。啊，很香。谢谢哈，谢谢你们的爱心。每次唱那个让我哭死，是会几滴眼泪了。绘本呢？今天就很像月亮一样哈。Thank you very much.